但118個單位上嚟，每個人都係
埋三分鐘都已經係足夠好耐，好講啦咁樣。但係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就係話，即係如果你想，即係當呢樣嘢牽涉一個幾重要嘅制度上面嘅改變，同埋會對將來成個選舉同埋立法會嘅民意代表制度都有一定嘅影響嘅時候咧，我自己會覺得其實係應該要有充分嘅社會討論。咁就唔係咁多人可以禮拜六走上嚟特登喺即係做任何嘢走上嚟過三分鐘俾意見啊。咁就咁呢一樣我諗係即係就我睇唔到政府有咩有力嘅解釋話呢一樣嘢唔需要一個民意諮詢。受呢個一國兩制嘅機制，你接受嘅話咧，其實香港咧即係舉行。
公投嘅司儀咧，都即係有個聲聲講佢係唔區公投運動嘅召集人啦。呢個咧係真係幫佢幫做嚇。咁咧就呢一個問題就點解一定要用呢個方法？呢個第一。第二咧就我唔記得頭先邊一位嘅講者講咧，就係話即係冇咗呢個總辭就冇強重去發表意見。其實點解你哋唔可以諗下？你哋真係用一個民調嘅方式？咁你哋其實都有好多人，其實都可以發言到，亦都唔需要咧，就係去到呢一個咧，一定係去到可能係令到一國兩制咧，係完全即係你係惡化，甚至我覺得即係你令到嗰個宣傳嘅方式，其實你嘅意見咧，大家一定係要尊重。咁點解唔發動你嗰、那個即係資源去做一個民調，都係一個你可以做曬全港，咁會咧反對聲音又少，你又唔使用咗咧咁。第三咧就係阿馬學咧，我記得你係講你係同意一張名單制，但係即係你理論上會唔會真係我想問下你出現有一張名單制，就係可能最高有九個人或者十個人，即係大家通電數輪住咁樣辭職，佢冇代價嘅喎，即係而家辭職咁叻嚇，咁你同一張名單都一樣會係出現咧，係繼續咁樣我通電，大家平均分咗一人做四個月，咁都會可以係咁嘅理論上，咁所以我都想問下，即係你一路咁。稱讚呢個一人名單制嚇，即係我唔係呢個即係原創啦，咁我想問下你嘅意見咧。需要曾鈺成選咗先，又叫曾鈺成辭職，你咪？